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听过北极冰屋，但有听过印度冰屋吗？在印度喀什米尔地区，有一间旅馆心血来潮，特地用冰雪打造了一间圆顶冰屋作为咖啡厅使用。虽然冰屋在寒冷地区很常见，但在喀什米尔却是相当罕见，堪称一项创举，对当地游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金拱形状的入口后方连接着圆球状的冰屋，雪白奇特的造型让游客纷纷想一探究竟。在印度喀什米尔地区的古尔马尔格，海拔高度为2650公尺，原本就是滑雪圣地。当地的一间旅馆为吸引游客，从北极冰屋得到灵感，在今年雪季时刻，特地用冰雪打造了一间别致的冰屋咖啡厅。So in fact, Asia's largest igloo. The diameter of the igloo is 22 feet from inside the igloo, and outside is 25 feet. The height is around 12.5 feet.It took us around 20 days with 15 people working in two shifts to complete the igloo.冰屋咖啡厅结合了当地特色的尖拱门和墙壁装饰，宽敞的内部摆放了4张桌子，可以容纳16名客人，而所有桌椅也都是由冰块制成。为避免寒气逼人，业主贴心的在全部椅子上铺了动物皮毛，让游客可以尽情的享用咖啡厅提供的饮料和餐点。Last night we discovered this beautiful cafe, which is not found in India. It is a very rare sight, and just before we could head on to Srinagar andstart our daily city lives. We made a stop here and we are not disappointed. This is a beautiful and the most coldest place. We've been at minus 12. 旅馆业者表示，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冰屋咖啡厅最多可能只能撑到2月底。喀什米尔地区常年因为领土争议发生冲突，但却不减游客冬季来此赏雪的兴趣。古尔马尔格几乎所有的旅馆和度假村在今年2月底前都已订满。位于哈萨克东南部的阿拉木图州，与中国和吉尔吉斯接壤。这里在冬天并不是什么观光胜地，但当地却有一座会喷水的冰火山，成了吸引大批游客到访的一大看点。这座冰火山是个14公尺高的冰塔，看起来像是一座迷你版的火山。它坐落在一处白雪覆盖的高原上，它不像一般的火山会喷出炙热的岩浆，而是会持续喷水。这座冰火山其实是地下泉常年喷水所形成的，在冬天的时候，当地气温低于摄氏0度，足以让喷出的泉水结冻，进而形成圆锥体。而在夏天时，它方圆几公尺内都会长出绿色植物。当地居民表示，今年是这座冰火山第一次真正喷水，往年它都只是形成比较小的中空圆锥体，没有泉水喷出来。或许是因为这样，现在这座冰火山成功吸引各地民众造访，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大热门。一名奈及利亚的12岁男孩神乎其技地创下一项世界纪录，在头顶着一颗球的同时，男孩创下1分钟之内双脚连续踢接球最多次的惊世纪录。从小热爱足球的他，自学发展出这项本事，目标是成为一名杰出的职业足球员。年仅12岁却拥有出色的控球技巧，住在奈及利亚南部瓦里市的男孩西农索艾许，最近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60秒内头上顶着一颗足球，双脚接替着完成了111次踢接球，让他获得了2021年吉尼世界纪录的认证。Before, my friends was cursing me, laughing at me, but when I break a record, my friends said.They want to be like me. 艾许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从知名球星的录像带中获得启发，全靠自学发展出这项本领。Nobody teach me, but my father made impact in my life by showing me some videos of Lionel Messi, Ronaldo, Okocha, and I picked up from there.艾许现在获得一家管理公司的赞助，希望未来能成为国际职业球员，并且可以环游世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头上顶着球的同时，连续踢接球2000次。17年蝉也叫周期蝉，是北美洲一种在地底蛰伏17年后才会羽化而出的蝉。今年夏天，经过17年漫长的地下生长期，估计将有数以亿只的17年蝉将破土而出。
美国纽泽西州是全美有17年蝉生长的15个州之一，在这里上次出现17年蝉是在2004年5月中旬。这种有着红色眼睛、黑色身体的17年蝉与一年生蝉不同，它们分布范围广大，数量非常多，预计在受影响的州会有数十亿只昆虫。您可能会好奇，那在植伏的17年中，这些蝉在做什么？专家们表示，它们在植伏期间一直在以树根的枝翼为食，躲避天敌的攻击。一旦破土而出，雄性就会以唱歌的方式吸引雌性，交配后后代会钻回地下，再开始下一个17年的生长周期。由于周期蝉蛰伏期长，而且数量巨大，即使被捕食，该物种也有足够的数量可以存活下来。为数众多的蝉将在今年夏天出现，给树木造成压力，夜以继日的鸣叫声也会使一些人感到心烦。但好在它们除了数量众多之外，对人类并不构成威胁，它们一般不进屋，也不会咬人。早餐时刻 ，Time to coffee， 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上班时刻 ，Time to coffee， 忙碌的日子里来一杯疗愈。放学时刻 ，Time to coffee， 享受悠闲的下午茶约会，与您相伴美好的生活时光，属于全家人的咖啡时刻 ，TGC Taiwan Good Coffee。一般消费者习惯到化妆品专柜上试用后，再挑选适合自己的色系。但疫情期间，有些专柜不再提供试用服务，线上网购又担心买错颜色。日本一家时尚网购业者推出化妆眼镜，消费者不用出门就能知道自己的肤色，让爱美人士在家也可以轻松选对化妆品。戴上缤纷的眼镜，扫描脸部，镜框上五颜六色的色块标记是为了帮助测量穿戴者的肤色。日本著名时尚网购业者在时尚科技的应用创新上再添一桩，推出化妆眼镜 Zozo Glass。完成扫描后，一分钟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肤色。App 还会推荐专属个人化的色系。This tool will give them a starting point. So after you scan your face, you know what color your face is. And then.On the product pages, you'll see, you know, there'll be a little highlight. It'll say you. So you'll see a little highlighted circle next to the color of the product. And from there, you can choose if you want to go lighter, darker.根据业者研究发现，要挑选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对初次在线上购买化妆品的消费者是最困难的事。Zozo Glass 可以推荐适合的粉底颜色，未来也将扩展到其他产品，并计划添加扩增实境功能，直接在荧幕上呈现试妆效果。And traditionally in Japan, you'd go to a large department store, you go to the counter, and then you actually try stuff on. So we're trying to replicate that through technology.And give the consumer confidence to buy online. 在中共肺炎大流行期间，宅经济当头，线上零售的商机更是不容小觑。线上零售商关注时尚科技的发展，因为这可以降低消费者线上购买时尚商品的疑虑。西班牙科学家在西班牙境内一个巨石墓穴中发现了一系列非凡的水晶武器，其中包括一把极其精美的水晶匕首。这是在史前时期伊比利亚地区发现的技术最复杂的匕首，距今有5000年历史。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精英阶层希望通过这把匕首来获取神秘力量。研究人员在塞维利亚市区巴伦西纳的一座古墓发掘了这把匕首，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非常独特、保存极其完好的水晶武器，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这一把长约22公分、厚约5公分的水晶匕首，看上去晶莹剔透，就像一件艺术品。考古学家估计，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也就是距今5000年。欧洲的早期人类通常使用碎石制造工具，使用水晶制造工具并不普遍，但那时候的人类已经开发出这种技能，而且用水晶塑造这类独特的物品需要更高的技术，通常只有少数贵族或特殊阶层才能大量生产这样的精美武器，也只有他们才允许生产这样复杂的物体。研究人员推测，这个时期的水晶制品可能具有象征意义，高阶人士可能用它来获得生命力、神力以及与祖先的联系。
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些武器的确切用途，但对这些武器的发现和研究，给人们提供了对5000多年前在地球上存在的史前文化更引人入胜的洞察线索。在泰国，一群残疾的狗狗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再次健步如飞，快乐地奔跑。一起去看看。狗狗们迫不及待地飞奔出门，开启了新一天的日常锻炼。20多只依靠特殊轮椅支撑后腿的狗狗，摇晃着尾巴，成群地沿着岩石小路飞奔，扬起一阵阵尘土飞扬。这27只狗狗主要都是因为发生事故致残，不过幸运的是被泰国春武里府的一家收容所收留，并且还能再次体验自由飞奔的感觉。It's almost like they have no idea that they have a disability, and once you put them in the wheelchair for the first time, it's like there's no learning curve. 这个特别的收容所由名为“救狗人”的基金会运行，是由一名瑞典人建立。他在2002年移居到春武里后，对当地流浪犬的状况感到非常难过，不得不在下班后照顾这些狗狗。不过受到疫情的冲击，捐款减少了40%，游客数量也大幅减少，连志愿者人数都受到影响。Obviously, the dona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and the volunteers and visitors are equally important because they come and they spread our message. 目前收容所内生活着600多只狗狗，还需要喂养350多只流浪犬，每天的开销超过$1300。而志愿者们还需要照顾瘫痪和残疾的狗狗，并提供理疗服务。由于缺少资金，收容所已经停掉了每月一次为流浪犬绝育的项目。泰国畜牧部门表示，在2017年，泰国有800000只流浪猫狗，如果不采取控制措施，到2027年将达到200万。2月4号，多个人权团体在日本东京发表联合声明，抵制人权持续恶化的北京政府举办2022冬运会，同时敦促日本政府以及奥委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由自由印度太平洋联盟组织发起，中国少数民族人权团体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东京举行。各团体控诉中共对少数民族的人权迫害，呼吁日本政府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会上，由自由印度太平洋联盟副会长石井英俊宣读了抗议人权镇压下的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联合声明。このような記者会見で、民族がまたチベット、ウイグル、南モンゴル、香港、そして中国の民主化を訴える中国の方も一緒に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このまま行う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というですね、共同声明を今日発表しましたので、この共同声明の内容をですね、日本政府や JOC、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などにこれを送ってですね、働きかけを今のままやることは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働きかけをですね、してい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各团体指出，中共曾经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申办权承诺过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但实际上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等反人道罪行并没有停止过。我ら南モンゴル人、モンゴル民族は今は言葉さえ奪われてる、あるいは街の中モンゴル語を言うだけでいじめられるか、あるいは逮捕されてる構図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これは完全にモンゴル人を絶滅こういう政策を取ってることを日本の皆さんが分かってほしい。此次记者会得到了日本政界的支持，与会的白井市议会议员一同发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オリンピックというのは平和の祭典です。で、私が一番心配するのはこの平和がですね、人権の弾圧やこの人を不幸にするものというのであれば、やはりですね、日本はその中国と友としておかしいものをちゃんと言わ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多团体表示将举办更多活动，直到国际奥委会撤回北京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为止。谁说酷爸不能下厨？健康料理也可有好时光。选用第一道抽榨苦茶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项营养成分，煎、煮、炒、炸，样样都美味。妈咪孕期保养也照顾孩子们健康，享受第一道初榨的美好，有好时光。
维亚的波派科湖多年来饱受垃圾污染所苦，整个湖面几乎被废弃物覆盖，成了垃圾湖。不但鱼类数量每年都在减少，惊人的垃圾量让附近的水坝也差点窒息。当局直到今年一月份才下令清除。两艘驳船合力推动，将浮在湖面上的垃圾送到岸边，再由刽手将垃圾捞起，倒进垃圾车里。1月29号，塞尔维亚清理多年来覆盖在波派科湖上的大量垃圾，以免堵塞附近的水坝和水力发电厂。Pa mi imamo veliki problem. Evidentno je da se svake godine taj riblji fond smanjuje u jezeru, samim tim dolaskom ovog smeća gubi se kvalitet vode, smanjuje se kiseonik u vodi, tako da su i te životinje divlje koje silaze na reku, da u ovim zimskim periodima isto svedoci smo da oni rovare po ovom smeću, tako da smo svi u krugu u problemu. 据估计，这些废弃物体积约2万立方公尺，由流入湖中的利姆河带来。利姆河流经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和波士尼亚三国，沿途有一些不受监管的垃圾场。S obzirom da je ovo višegodišnji problem, teško je reći ko je kriv, tu ima više činilaca, s obzirom da Lim od svog izvorišta u Plavu pa sve do ovde, znači on prolazi kroz sve države do svog uliva u Drinu i na svom toku on dobrim delom pokupi smeće iz svih, nažalost, divljih deponija. 塞尔维亚等西巴尔干半岛的国家仍在从1990年代的战争和经济动荡中恢复，对于环境问题几乎无所作为，部分原因是缺乏资金。把精致巧克力送给心爱的人。2月14号情人节来临之际，我们去日本大阪的巧克力嘉年华会逛一逛。日本名茶巧克力、塔记烧酒巧克力、口味香醇的熟成巧克力、2007佳酿红酒巧克力，来自世界各地的名巧琳琅满目。位于大阪梅田的阪急百货店开启了主题为“世界巧克力之旅”的2021巧克力嘉年华会，海内外300个品牌、3000种巧克力汇集于此。酒楼主会场的中心位置特别展出了历史悠久的比利时巧克力专区，有皇室御用品牌利奥尼达斯，还有巧克力中的贵族皮埃尔·马克里尼等众多来自巧克力之都的精品。在体验巧克力文化的同时大饱口福，可可世界展区里实惠又好吃的香草巧克力版不容错过。英国的 Pump Street 削减了酸苦味，南越的 Maru 则倡导无添加，口感润滑，不使用砂糖的纯巧美味又健康越来越被人关注。在五彩缤纷的巧克力乐园里，活动的巧克力人偶带来童趣的节日气氛，水獭、兔子、小熊等各种可爱动物形象的巧克力礼盒看着就令人快乐。从日本到英国、西班牙、瑞士等各国精美巧克力云集，多种阪急梅田限定商品和全新推出的礼盒吸引人们前来购买。日本酒、马卡龙、松露、茶、化妆品、服饰等都能和可可完美结合，很多人气商品早已售罄。毎年ですね、もちろんあの有名なブランドのチョコレート、まああのいわゆる有名なパティシエのチョコレートだ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もまあ人気でございまして、まあ今年はですね、ちょっとチョコレートを使ったスイーツ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まああのカカオを使ったお料理だったり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もあのどんどんあのカカオというもののまあチョコレートの楽しみ方が広がっていって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商场还特别推出多款网络限定款，鼓励网购。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月14日。彰化市公所与砖窑里在地农民协调，放弃耕作2个月，让36公顷的花海开好开满。另外，在田中高铁附近一位陶艺家，两甲多地的后花园有3万多株蜀葵花，在今年过年期间轮番绽放。透过镜头带您一起去看看。一群幼稚园小朋友在花海里面尽情跳舞，而一旁辛勤的蜜蜂正忙着采花蜜。五颜六色的花海主场地占地约8.3公顷，设置有灯笼隧道，还有稻草卷，吸引民众驻足打卡拍照。到处都是颜色，然后就很好拍照，就很鲜艳。回去的费用吼，啊，咱透过农会、彰化市农会，甲农民来沟通啊，吼，啊，来创造啊双赢啊，吼。镜头来到高铁彰化站一旁的蜀葵花田，占地二甲多地的蜀葵花，平均高度可以长到3到4米高，品种有粉红、桃红、
白色甚至是接近黑色的身子。往年赏花人潮不断，但也不敌这波疫情影响。其实影响到人数非常多了哈，大概影响到了七八成以上的人数。第一次看到这个，他们所谓的什么一丈红之类的，对啊，还蛮特别的。田中有3万多株的蜀葵花田，彰化市有36公顷波斯菊和向日葵花海，盛开时期都落在过年期间。彰化市公所提醒游客，赏花时务必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安全的享受赏花乐趣。您看过烟草的花吗？您知道台湾种烟的历史长达100多年了吗？从日治时期就开始了。接下来带您到曾经是烟叶生产重镇的嘉义县中埔乡，这里全盛时期曾种植高达1000公顷以上的烟叶，但2017年台湾烟酒公司不再弃作收购，烟叶变成了夕阳产业，不忍产业没落，烟农第三代魏三丰透过影像记录出版台湾第一本烟草纪实影像书。高大翠绿的烟叶田打造的花海，到处可见朵朵粉红艳丽的烟花。嘉义县长翁章良穿上农村味十足的围裙，走进烟花田，与烟农将烟叶一片一片摘下，抱在胸前，体验当年烟农采烟叶的辛劳。采烟叶工作告一段落后，烟田主人通常会准备一锅热腾腾的点心，给大家补充体力。烟农哈，你这是这料，这料是先我弄好，我弄成点心，这是咱一顿。烟叶啊，过去是专卖，那因为加入 WTO 以后啊，那整个全世界对于整个烟叶啊要求相关的自由化，所以台湾的烟叶啊，就从那时候开始啊慢慢的走入历史，从农夫辛苦的栽种，到最后的整个烟罗含魂叶啊，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为了让后代了解这段百年来的烟叶繁华历史，摄影家魏三丰与嘉义县政府合作，透过文字与影像记录，历时3年时间，终于完成台湾第一本烟草纪实影像书《宽木楼子烟草香》。新书发表会上，县长翁章良亲自送上花束给老烟农，感谢他们对烟叶一辈子的付出。这样的烟叶的文化确实是一个值得典藏的一个农事劳动很珍贵的影像。这个书名呢，《宽木楼子烟草香》，读起来好像跟烟楼还有点距离，但是我们如果用台语来念的话，ヒノキ的魂油，魂超香。那我希望说，当烟叶消失的时候，你看到这本书，还能够在心中闻到烟草的香味。像到古早的时代，阮种40-50年前种薰的辛苦安尼啦，种薰安尼是袂歹啦。啊，都讲白讲嘛，咱种咱都收起，啊，咱若有花，话无啊多少，咱也拢无伫做，咱也无啊多去搁做花啊啦。感觉足开心，感觉足好，安尼就对啦。安尼老的阿家安尼一直安尼看，看讲哦，啊，有影较早妈妈是安尼辛苦一路来安尼。新书发表会结合故事中的场域，在烟田里举行，不仅让烟农回味过去农作的辛酸，也让民众认识这个曾经在盐山地带创造经济奇迹的产业。许多烟农和民众纷纷要求签名，现场俨然成签名会。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